也走在医院。那他看见你了吗？就像咱俩这么近。千三爷。然后呢？然后。这事你找他问清楚呀，到底怎么回事呢？哎，你问他什么呀？啊，你问他为什么我没谈恋爱我就失恋了？你问他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我以为我会问他，可是我见到他之后我就不想问了，因为人家根本就不想说，人家甚至都不想见到你，我为什么在这犯贱呢？所以我让他走，我不是放过他，我是想放过我自己。可是人家不联系你怎么了？不回你微信怎么了？伤害你又怎么了？你算他谁呀？我为什么非得知道发生了什么呢？我不是想给自己找一个原因吗？我只是找一个原因，我原谅他。可是我为什么非得原谅他呢？我干嘛把自己搞这么卑微？他老子根本就不在乎他。